这几年住以后，想干活吧，那明天我想去哪里去干活了。对，嗯，那也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，更多要看美国本土的情况。其实都是看到疫情以后，看到这个情况来定货币政策，咱们是影响不管它相对落地还是落地，对咱们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。那么理解的话，是应该在这个经济的影响之下，不管是加还是低。是的，我刚才说的是加一个加一个就管了，这个就是应该要干活，因为它不是纯粹的。如果低，那这个上限无非就是挖个坑也能干。然后如果